有个安息日，耶稣进了一位法利赛人首领的家中吃饭，众人都留心观察他。耶稣注意到被邀请的人争坐首位，便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，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时候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也被请来。那请你而又请他的人要来对你说，请把座位让给这一位，那时你就要含羞地去坐末位了。你被请时应该先坐末位，等那请你的主人走来对你说，朋友请上座，那时你在同席的众人面前才有光彩。因为凡自高自大的必被贬义，凡自谦自卑的必被高举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你。好，请坐。刚才我们读的是，在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去一个法利赛人家中吃饭。在这儿有一个词，耶稣到那儿吃饭，众人都留心观察他，观察，大家观察他。随后，耶稣注意到被邀请的人争坐首位，有这样一班人，我们也发现耶稣也在观察这些人。看，在这儿同一个词观察，众人观察耶稣，看他说什么做什么，然后耶稣也观察他们，看谁怎么样坐哪里。他发现有几个人就争着坐首位，于是他就开始说话了。在这儿我请你们注意的就是观察这个动作，都一样，但是表面上一样，内心不一样。人们观察耶稣，他们是心怀恶意，他们是耶稣的敌人，挑毛病，看耶稣哪儿说话不对，做事儿哪儿不对，他们就找把柄，要告他，要指责他。这个是他们观察，所以他们没安好心。而耶稣观察是为了帮助改变。你看耶稣看谁做的不对，耶稣随后提出来，你们别这样，这样你没面子，你争着坐高位，到最后别人来了把你推下去，你上一边还有更高的客人来，你不挺没面子吗？你来了坐，先坐后边，等别人说哎你上座，这时候多好。耶稣的观察就像爸爸妈妈观察小孩子，怀着爱，怕小孩子出去被别人欺负，怕不懂事惹麻烦，所以看到毛病就教他，这是耶稣的观察。这两个观察不一样。从这儿我想说，内心的动态，内心的意向能改变我们的行为。一个好事儿必须从心里想得好，也就是怀着好的意向，才会让一个事儿成为好的，成为善的。外表上好，里边没安好心，意向不好，这个事儿也不是善的，不会是好的。我举个例子，就像现在我们来祈祷，都在这儿祈祷，不一样。有的是因为别人催着来，你看神父来了，快去祈祷吧，我不想去，去吧去吧，走，看我的面子你也得去，不去在家里给你生气，好我去吧，就来了。其实人在心不在，在教堂里很多人是这样的，因为今天是主日，我应该来，我不来在家里也无所事事，甚至惹别人不高兴，那好去吧，到那儿就坐着，或者玩手机，或者心不在焉，挣扎着把这一个小时过了。
他也在祈祷，但是天主喜欢吗？这样的祈祷有用吗？对他自己没有什么帮助，这个也不能重越天主。表面上一个小时一分钟都不少，掐着点来的啊，等弥撒礼程一结束马上就走啊，给别人带了一般长的时间啊。可是如果你怀着爱来的，到这儿来，耶稣为了爱你，我需要你，我不让你等着我，我不让你白白的辜负你的爱啊。所以怀着爱在祈祷，在度过这一个小时又不一样。你看外表是一样的，内心不一样，就改变了这个行为。一个善是这样的，从心里要是好的。我再举个例子，孝顺父母，觉得父母老了行动不方便，常拿点东西去送给老人，让他改善改善，帮他打扫打扫卫生啊，干干净净，觉得舒服。为了老人的需要，这是一方面。有的时候看到老人的需要，想到耶稣说过，你给他做的，给这些人做的，就是给我做的，这又不一样。我想这两种都是好的。可是有一次我听一个年轻人说，神父你知道，我要是到老人那儿去，我都是在什么时候？我说你有空了就去呗。不是，我得等到都下了班啊，街里的人们都坐着在街里聊天的时候，我一个手拿鸡，一个手拿其他吃的啊，带一大堆背着我去看老人，叫别人说你看人家这个孩子，咱回去一趟得风光点，得有点面子，叫大家看着。我想老人吃起来是一样的，但是在天主面前可就没有赏报了啊！你做的一件好事儿，但是在天主这儿，你的心是真的为爱老人做的，还是为听耶稣的话做的，还是为了炫耀你自己，让别人表扬你做的？你们一听就不一样。所以今天从这个观察，你看同样是观察，这些人观察耶稣是挑他的毛病，这个是贬义，是坏事儿。我们不能够看人就是为了挑毛病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耶稣观察是为了帮人纠正、改变，让人成长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来祈祷，每天跪下早上晚上祈祷的时候，我们是为了什么？想一想，没念经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啊，睡不着觉啊，念几句啊，还是怀着爱。我们做饭，我们工作，到底为了什么？为了爱天主，爱身边的人做，我想价值更大啊，而不是炫耀我，你看我这儿做得好，那儿做得好，都希望人们夸奖我，称赞我，争第一。你还不知道他心里给你憋着劲儿，一直在抄你，就是为了炫耀，那没什么意思。所以今天我分享这些，请大家注意的就是修炼我们的内心，无论做什么，从内心怀着善意去做。别人不理解就不理解，别的都不重要，从心里往外，这也是中国文化讲的诚心、正义、修身。要想修炼自己，先是诚心正义，把那心放正啊，意向要纯正啊，才能修身，才能治国，才能平天下，那是后来的，才能做大事儿。如果一开始我们的心术不正，那我们的为人慢慢的就不行了，你还怎么去改变别人？一个基督徒修炼就是先从我们内心做每件事，从心里，不要，至少不要怀着不好的意向啊，
我们基督徒更要怀着善意，怀着爱去做每一件事，说每一句话。求耶稣帮助我们，阿们。